现在是 negative 2度，我们在 Stockholm 的街头。对。很冷，在这里你开嘴巴就吃 snowflake 啊。这样。包括了龙虾、虾，还有这个螃蟹、mussel， 还有这个 king crab， 非常的划算。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环境呢，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港口，后面呢是山，这个城市呢是给。所有的山有七个山包围住这个小镇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。